些姑娘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解救。当他们看到穿着军服的美国军人之时，竟然毫不犹豫地脱光了自己身上的衣服，因为之前他们就是这样服务日本士兵的，这也是日本军部对这些女孩的最基本要求。当人们想要安抚这些可怜的女孩，将她们身上的衣服全部穿起来之时，这些女孩又露出了极端恐惧的神色，似乎自己在这之后会受到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和羞辱。在五个女孩之中，有三个人目光呆滞，根本不了解外界发生的种种一切，甚至面前的人是敌是友都完全分不清楚。还有一个可怜的姑娘已经身怀六甲，摸着肚子的她神智还算是较为清楚，然而她却目光呆滞地坐在一边。当美国记者的镜头对准她的时候，她完全不知道面前的这个人想要做些什么，而是下意识地靠在了旁边的山坡之上，就这样无辜地拍下了一张让人感到格外悲哀的照片。这些姑娘大多都是良家妇女，然而日本士兵来到这里以后，却彻底摧毁了她们的人生。